好了，你们俩继续秀恩爱吧，我先走了。贾小姐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等我干嘛？老板来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扰他们。你还真是伟大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你对你们老板。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我对老板怎么了？也想买多了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一招，老公，你怎么不理我？你没事跟我献殷勤，通常来说都没有好事。